第36、37题是题组，香云利用铬酸钾溶液的颜色变化探讨反应平衡的移动，已知铬酸钾溶于水的离子反应是如下，请回答36到37题。36题是说，若上述已达平衡状态，香云在溶液中滴入氢氧化钠水溶液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一题的题目中没有告诉我铬酸根跟二铬酸根的颜色，这个是老师上课说你应该要背起来的。铬酸根是黄色，二铬酸根是橘红色。然后呢，这里要用的是勒沙特勒原理，我们改变反应平衡的时候，反应会朝抵消改变的方向进行。我们在这个实验里面，我们加了氢氧化钠是碱，碱会跟我们的酸的氢离子作用，会使得氢离子变少。老师说多了送人家，少了向人家要，所以少了向人家要，所以反应呢就会向左边移动，颜色会变成像铬酸根的颜色，也就是黄色。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，香云在溶液中滴入氢氧化钠水溶液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反应向左移动，溶液为黄色。